好的啊，我们来玩这个文字游戏啊，全是由文字组成的游戏。也整了一个哔哩哔哩夏日游戏节特别版啊！我睁开眼睛，天亮了，外头传来鸟儿啾啾的叫声啊，啾啾啾啾，这不像鸟叫呀、啊！这是我的房间，有一张船啊床，床边有一盏灯，灯下有一个茶杯啊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墙上有幅画。旁边挂着外出用的大衣，这是我的房间啊！这里有一本小黄，哦，不是，没有了啊！这里今天正式成为勇者的日子，没时间蹉跎了啊！赶快开门出去吧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并举步向前。啊，这就是我，绝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，绝了！你看多聪明，我就知道这是门。房门外是一条长廊，这里没有什么东西。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哎，又变成了房间外啊，看到没有？变成房间外，房间外是一条长廊啊，这里没有什么东西。那我们要找一找，哇，真的文字，黑漆漆，空荡荡，像极了我的内心。不远处的长廊尽头，隐约可以看见火光闪动。狐狸步步向前迈进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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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进的不二法门肯定是大步跨越啊！结果还是走门。我推开门，这里是我家的起居室。房间的四面墙壁都是用厚实的红砖所砌成，左手边有大火炉啊，右手边则挂着一个咕咕钟，身侧还摆了一副桌椅。房间的四面墙壁是用厚实的红砖所砌成，我看出来了，特别厚实啊！奇怪的是，四周连一扇门都没有。我想起调查的方法，对着东墙加空格键就可以了解更多，离开的出口或许就隐藏在其中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这样一个个调查吗？这里有个炉啊，能烫死我不？欧费氏王国制造的壁炉非常啊，耐用，应该去桌子上看一看啊。哎。这个东西好棒啊！这个东西好棒，哇，一个会动的钟，好想把它摘下来送给社长啊！最好的钟送最好的朋友，钟上面印着都铎王朝、温铎王朝、温铎斯王朝啊！习惯了，我就一看到这个就一直都铎啊王的标记啊，那是历法诞生之处。总有一天去拜访这个心愿，一直好好的收藏在抽屉里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桌子上有抽屉，先看看纸上写着什么。捡起桌上纸条，上头写着：“觉得困惑的时候，按下 ESC，好好沉思一下吧。”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按 ESC，不知道进入什么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 ESC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哦，这里还有提示。他走路的时候，这个小小脚一动一动的，好可爱。你看，有一个走路的地方，但这是门呐。好家伙啊，前面有狗啊！春天多美好，鲜花在芬芳，小狗在跑，鸟儿在叫，这里是永远和平的勇者之村。隔壁家人的小狗又叫着对我笑，家住在广场上的鸟儿拍拍翅膀，绕着我歌唱。这狗真的是好狗吗？哎呀，它忘我，这个太好玩了，它忘我，哈哈，不是，哎呀，我去，这游戏绝了！狗儿除了汪汪叫还能干什么？我觉得它能吃我呀！踏着坚定的步伐，我来到了勇者大街。终于在这一天，吟游诗人和我约在集会所，也是集会所吧？哈、啊，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就是了。好嘞，得了您嘞啊，谢谢您嘞。没盛气而不意盛气，而不溢于盛气，说出口的字句，好像风一吹就散开的云。哎。正要走向结尾走时，突然一阵天摇地动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是地震？地面晃动虽然十分剧烈，却没有持续太久。尽管如此，街上人们似乎惊魂未定啊！好家伙，这花盆怎么都倒了？结尾所的家具东倒西歪。看到墙上的裂缝啊！你看这个墙裂开了，知道吧？变成了这个片和吝啬的吝，吝啬的啬。诗人先看了看我，
接着看了看四周，对我说：“勇者，你先帮我整点解密锁好吧。”门也没有啊。掏出小瓶子放在我手上，接着说：“身为勇者，旅途中难免会遭遇棘手的状况，有时是毁坏了道具，有时可能是进入死胡同。这是安度药水啊，把安度因变成亡灵的药水吧。派上用场的时候了，只要你使人放低声调，缓缓地说，念出那正确的咒语，就能让一切重新来过。这个我会啊。”波罗波罗蜜蜜萝卜啊！我不想吐槽什么，你就给我个撤销啊！好，照着做啊 ！Control 加 Z，Control 加 Z，Control 不好用啊，这咒语有问题啊！啊，文字啊，按键的好吧？霎时间，世界天旋地转，地板与墙壁扭曲如漩涡。正当我努力想站稳脚步时，异变便结束了。太棒了，勇者啊，干得好！诗人微笑着说：“那么就让我们继续完成原本该做的事吧。”好，我大力点点头，藏不住心中激动之情。众人等待已久的这一天，终于轮到我了啊！轮到我了，我要死了吗？很好，你就是当今的希望。啊，了不起的勇者，魔龙绝非等闲之辈，你得做足准备。诗人说：“啊，啊，我叫达拉崩巴波多贝蒂蒂，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蒂波多比鲁翁啊。对，首先你必须前往铁铺、食堂和维修站，收集贝克斯之剑、杜尔手套以及四木头盔，磨练文字能力，挺进摩罗城，解救众生啊。”等等，我说原来这么简单吗？哎呦，主角会说话，这主角居然不是个哑巴，而且理论上安度药水可以使用非常多次，不需要在小地方过度操心。诗人清下喉咙，总之呢，勇者要挺进摩罗城，解救众生，这一切的一切就从学习取得圣器开始啊！去吧，就在隔壁，完成相应的试炼，取得属于勇者的圣器。当你通过三项试炼，就是旅程开展之时。我以为这个诗人是我的同伴，合着你他妈就一新手引导啊，搁这儿啊，大失所望好吗？但这游戏做的真好啊，起码主角会说话。走进铁铺，果然看到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兵器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贝克斯之剑不在其中。勇者来了，这么早，说话人是博德导师啊。听他这爽朗的语气，大概不会给我太难的试炼。我刚才又将剑好好的擦了一遍啊，见过这把剑的人都死了，试炼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着你来。博德拉开了货架后方的博德之门啊，转眼不见了踪影。我乖乖地走了进去，踏入一片漆黑黑的空间。我，一丛火焰悠悠燃起，借着微光，仿佛能够看到一条石砖道，以及远方一座山丘。越过山丘，我又白了头。忽然之间，哎，没，快看多了，面前出现一座石块堆叠而成的小丘。石臼上插着那把贝克斯贝斯之剑，如果传闻说的没错，有了这件圣器，就能删去不怀好意的字。如果啊，能删除这个不怀好意的字，你们删除什么呢？啊，圣剑，贝克斯贝斯之剑。我才反应过来，贝克斯贝斯之剑不就是退格剑吗 ？Backspace 吗？又称地利特之剑，不就 delete 吗？按下删除键，便能够砍除不该存在的词。拿起圣剑，斩去你心中的怀疑与害怕吧！哎呀，我有这个剑，我就先把我这个存款啊，存折里面那个存款个位数后面那个点给压删了，这样我就给老婆买保时捷了。握着这沉重的剑身，我停不下身的颤抖啊，我的大脑都在颤抖。我知道了。嘿嘿，哎，
停下身体的颤抖。高，实在是高，斩去心中害怕是成为勇者的第一步。波德十分满意地说，在而后的旅程中，你终将面对无数文字，有的无法撼动，有的蕴含恶意，有的则是深藏转机。而作为识字勇者，好家伙，识字勇者，那还有不识字勇者吗？你的责任就是找出那些转机，并以圣剑的力量将命运改写。如果你是真正识字勇者，必定能够以手中之剑开创出一条道路。就在下个瞬间，火炬全部熄灭，石球开始崩塌，地面也开始剧烈的摇动，黑暗与失重感同时袭来。我压死了，游戏结束。啊！哎呀！我感觉我已经不认识"严哭"这两个字了，真的。睁开眼睛，坚硬的岩壁围绕着四周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没摔死，而这里似乎没有一条缝隙。嘿嘿，看着啊，而这里似乎没有一条缝隙，老懂了啊。缝搁哪儿呢？这不就来了吗？缝隙。哎，这个没啊，就是充满恶意之字。穿过岩缝来到另一个洞窟，在洞穴的另一头有几只史莱姆啊，他们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存在，不妙，史莱姆不断冒出如漫天飞舞闪烁的火焰。史莱姆不冒出行吗？哎呀，这游戏啊，没有小学二年级水平你玩不了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没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字功底啊，玩不了这个啊。有要撤退的迹象，这瓶剑气动真轰烈烈，对方对敌方啊一筹莫展啊，敌方一筹莫展。史莱姆们扭动着黏糊糊的身体跑来了啊，眼前画面不是很舒服啊，你别跑来了，跑了。搞定，挡路的史莱姆已经跑光，赶紧把握机会离开这里啊！得了您嘞，我出来了啊！我从铁匠铺出来了，原来心念上一个微小改变，让世界截然不同啊！我终于知道了我是啥，我就是个橡皮擦呀！啊，这还勇者呢？什么牌啊？橡皮擦？陈逛的还是得力的啊？文具厂商注意啊，谁先给我赞助我就说是谁，好吧。走进食堂，看见导师伊塔利克刚吃完一大盆咖喱，我三步并作两步向前，有礼貌的向导师鞠躬问好。不败来这一套。伊塔利克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说，你要真有本事就快带着杜尔手套出发吧，但你要没有本事的话，老夫不会说好听话啊！无用之人不配成为勇者，橡皮擦。我勉强控制双腿，用力站在原地，点点头，深吸口气啊！奥尼克西亚深吸了一口气，对他说：“没有问题，我准备好了。”这才像话啊！他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，然后说：“那就开始了。”伊塔立刻将左手举到半空，轻轻地打响一个弹指。四面景象陡变，转眼间已不在食堂，却不知正在何处。勇者，虚无中传来了伊塔利克的声音，他对我说，抬起头来，你看到嘛了？我说，我嘛也没看到啊，我实话实说。很好，他说，那现在看到手套了吗？啊，我点点头，惊奇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圣器，戴上它试试，伊塔利克说。
你说我把手套删了，游戏是不是就结束了？删不掉啊！线性游戏。我戴上了杜尔手套，找出该被搬移的文字，用方向键推动看看文字吧，展现出勇者该有的觉悟，只在一步之遥。不知该如何使用这力量，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？我犹豫地向前踏出了步伐。勇者的觉悟不言自明。啊，可以推文字，知道。和不犹豫啊，不犹豫地向前踏出了步伐吧。当蚊子不小心陷在死角里，用 Alt 加方向键拉回正道。哎，我用手柄操作的，我哪知道 Alt 是哪一个呀？烦死了！用键盘吧，啊，这样，再拽，小意思。好家伙啊，正极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这要是没有个小学三年级水平，玩不了这游戏。我正惊叹这副手套的威力，突然觉得有点晕，空中弥漫着不自然的香气。别太得意了，勇者，还得再看看你的本事。你先睡一会儿哈，我先给你特服。清醒过来时，已身陷囹圄。牢房内除了一张破床，嘛也没有。手套太简单了呀，破墙呗，我破墙。拜拜了您嘞。后院又是另一间牢房啊，上锁的门，还有认真的狱卒。行，我先去把这个剑拿了。哒哒哒哒哒，我哎，你别横啊！哎，讨厌！我撞破了门啊！不假装这个表表啊！呀，还不能我直接出去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撤销就是干这个用的啊！我先破墙。哎，再破墙。他说行不通的啊，不锁门行吗？我知道了，不是从这儿走的，不能被固定思维啊限制住自己。过来，过来，哎。咱们换个路啊，不能老想着拿剑，人先溜。窗户不牢，一扇不怎么牢固的窗户啊，拜拜了您嘞。哐哐掉了下来啊，外头吹来一阵风啊，窗框掉了，外头吹了一阵风，窗框便掉了下来。不能直接走，还是要拿剑。来到这里之前，谁不曾有过远大的雄心壮志？但那是很残酷的。勇者很多，但没有那么多。哦，上边通了，也就是说我从下面对话啊。那位狱卒是这最认真的人，老友啦，嘿嘿嘿嘿嘿。对话之中啊，这不就露出了破定了吗？狱卒啊，狱卒也是无妄之灾啊，那是可能的啊，告诉你那是可能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狱卒啊是最不认真的人。我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以为他就是一个用文字做的 RPG， 结果啊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东西啊还真不错，他这个解密啊还真不错。小玉啊，睡一会儿。狱卒轻松哼着歌走了，就走了。再玩会儿啊，
不再玩会儿了。我拿起我的剑，我剑啊，好，重新收好了圣剑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出来了。我怀疑这个试玩版啊，就是把三个圣器拿全了之后啊，可能就完事儿了。嗯，然后我现在获得了两种力量，一个山字儿，一个倒腾字儿，啊，这把就天字儿啊。走进维修站，哎，光头师傅正戴着面罩啊，敲敲打打啊，对我说啊："大家好，我是中国 boy 啊，我秃，嗯。"似乎早就准备了我到访的时间，马上抬起头来。光头师傅啊，不说话，自我介绍是安德兰导师。之后啊，看出来他也想多寒暄几句。安德兰语带尴尬说："那我们就开始吧。"沿着楼梯走向位于地下室的道场，按住。安德兰语音方落，去完成动作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上多了一个沉甸甸的头盔啊。这就是四目头盔啊，戴上。安德兰讲话很简洁啊，四目头盔，说明是件枯燥的工作啊，他这样才不会累。如何，有没有觉得世界不一样？他说，我虽然戴上了头盔啊，但一时间还无法掌握。这样吧，你先看着我。他说啊，过来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哦，我看着你啊。我在这看着你，看着你。他说，将分裂的意念啊，复制呗，用 Tab 的力量。哦，这叫分尸好吗？这叫分尸好吗？天哪！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心想用点力气应该也能找回原本的那个人吧。哇，直接分裂可还行。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心想是这样吧？人和野组成单人旁，和野组成一个他吗？OK。又要掉下去！哎呀，巨掌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？我是勇者，你就是个橡皮擦。我要我的音乐。第4390号，6号勇者死了。这个十二版通关了。一阵寒凉的风袭来啊，吹落诗人噙在眼里泪。没关系啊，我是土拨鼠勇者，我可以再轮回4000次不算什么啊！真的，我是土拨鼠勇者。燃起来了。叫达拉崩德巴班德贝蒂波多比鲁翁，你他妈我觉得这句话已经说了4000多遍了，真的啊！我觉得都不是诗人去寻找勇者，他就是把这个安渡药水，就是之前的那个撤回嘛，肯车加 Z，哇，一个撤回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撤回了之后，然后勇者又重来了一下，土拨鼠之日嘛，那种感觉。就是他这个土拨鼠之日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诗人是这个主角啊，我是那个土拨鼠之日的一个人物啊，我不知道这个轮回，哎，我是注定
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《土拨鼠之日》里的那个女人，或者我们是那个《明日边缘》里的那个女人。怎么我怎么都是女人？我怎么又是女人啊？对吧？我就是这样的吧。他就是撤回了那个日子啊。我们在《土拨鼠之日》里面循环，他在循环啊。我们每一次都是一个人，我们不知道之前的循环。感谢玩文字游戏第零章啊，并且提供建议。下一段旅程啊，即将开启啊！我就不加入愿望单了。等上市了，我跟制作那边嫖一个。这个游戏上市了之后，我肯定要录全流程啊，肯定要录全流程。这游戏太好玩，这是我真的就是解密游戏啊，就这段时间玩过最好玩的一个解密游戏。不错的，不错的这游戏啊。